当我买了口吐白沫丸，串通朋友整蛊阿潘。打桩在菜里动手脚。你这倒什么？哦，嗯，白胡椒粉呢？来，你尝尝鲜不鲜？我在打游戏，你先尝，先尝。这可是人家专门给你熬的，你试试嘛。喂，好烫，喝不了，喝不了。这碗凉的，喝吧。地下是脏的，我收拾一下。哦，我来。哎，不，你带小胳膊拎得动吗 ？Later。哎，好香啊！你们吃饭怎么不喊我呢？哎，等一下，哥，准你先喝。哎，我先喝一个。坐了，哎，喂。怎么样？好喝的。你看。没事吧，好喝。等等，尝一个。都说了我亲手熬制的了。啊！哎！